主客肩膀痛，哎，主客肩膀痛，啊，你看，在击打主拍的中下层的时刻，打到中下层的时刻，上面就危险了啊，危险了，因为那些脏活啊，那些脏活啊，就是中下层去干的啊，都是在。上层的授予之下，中下层去干的哦。现在，中下层被抓了一个，中下层被人家打了一个，被人家打了一个哦。上层呢，就感觉痛了。这什么意思呢？比如说盗票，盗窃盗票，中下层的人集体经办的被抓了一个，抓了一个，其他的那些，有贼心，也有贼胆的人。就变得没贼心，也没贼胆了。没有贼心，也没贼胆的时候啊，上层就危险了啊。本来那些票是盗来的啊，盗来的。如果下面没有人帮他们盗票的话，上面就垮，很快垮下来了。所以现在被人家跟改变策略，现在打中下层，因为前面打最近几天打了那个最上层的时候，好像打枪效果不明显啊。但今天呢，改成了打中下层的时刻，就痛就痛在上层，有点痛得受不了了啊。对，先打中下层再说，好，知道了，好，再见，再见。